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住在一起。哎呀呀呀，哦，爱的宝宝，哎呀呀呀，让欢乐烦恼。又见面了，你好美啊！又见面了啊，好美啊，好美！谢谢啊，我其实没有换什么，就是你们人也太好了。确定残宅浪街舞，49岁现今艳董林登场，今早酸国民体领长发，气势满点回归。乘风八部人，黄晓明都出来了，表示如众。乘风破浪的姐姐第5季即将开播了。先前网上流传一份乘风2024的最终名单，不仅有谢金燕、杨锦华、郭书瑶、曾佩姿、罗志祥前女友周扬青、王阳明老婆蔡诗芸，特大咖的还有佩姐蔡依林。甚至 BLACKPINK 的 Rosé 都来了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浪姐五六号将开录，所有姐姐们陆续抵达长沙，台湾参赛的姐姐画面也陆续公开。我就是啊啊啊啊啊，唯吾独尊的 A 卡，你就是啊啊啊啊啊，没在怕胆子好大，卡卡的咚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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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跳针跳针，叫我姐姐。姐姐谢金燕华丽登场，让中国网友回忆起她曾在《忆难忘》饰演的婷婷，但谢金燕同时被酸是在台湾很红，在大陆没有存在感的人物。不过姐姐对此似乎毫不在意，照晒宣传美照，写下卡卡的咚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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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跳针跳针，叫我姐姐。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住在一起。被拍到的还有郭碧婷，自从和向佐恋爱结婚生子后就淡出荧光幕，网友还吃惊表示向台放人了。郭碧婷这次回归幕前，不止冲上热搜，还有仙气满点的气质画面，让大家瞬间梦回电影《小时代》。你们先走吧，大仙，走。不过郭碧婷另一个他拍视角就。瑶瑶郭书瑶也确定参赛，转发好友刘品言限动，我开始紧张了。你好美啊！也确定将代表台湾出征，被大陆粉丝狂夸高颜值。我其实没有换什么，就是你们人也太好了，真的很美。你真的好高啊！没有看过你们秀秀的那个，太美了。